友们平安，欢迎来到恩典每日晨修。我是恩典门训中心的林秀水牧师，那感谢神今天与大家一起在线上灵修。今天我们来到与神相会的第40天灵修祷告的第11天。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和全在的神，他也愿我们与他一起配搭完成他在天上和地下的这个旨意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神保护我们，马太福音第6章第13节的前半段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那主耶稣在主祷文中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要求神的保护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，我们也可以要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今天我们有三项的祷告，第一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第二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第三，神看顾和保守我们的脚步。让我们一起来看那屏幕上的祷告事项，然后呢，我们大家用30秒的时间各自祷告，之后呢，我就会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大家一起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好，那现在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圣经启示我们，天地会过去，但是您的应许永远不会过去。谢谢您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引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。我们纪念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，求您救他们和我们一起脱离一切的凶恶，让您此刻就揭露他们的环境，保护他们经历您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配得赞美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那个早上的恩典晨修，让我们在这十天祷告中继续的与神相会，也鼓励您召集您的家人和主人一起与神相遇。主与你们同在，保守你们的脚步，出入平安。再见。